每天我们生活都必须用到电，但是你知道吗？台湾每个人的平均用电量高居亚洲第一，更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其中工业是用电的大户，工业厂商要祭出什么样的节能法宝，又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让高耗能产业不要耗掉我们的未来呢？夏日高温让人热到受不了，电风扇、冷气机纷纷出炉，用电量暴增，电费账单也跟着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有许多省电的小撇步，只要善用各种节能的科技，更有智慧的用电，就能轻轻松松省下荷包，也为台湾省下一座发电厂。夏日炎炎，用电量也跟着飙升。LED 灯、高效率冷气、节能马达，谁能替你省电又省钱？隐藏在生活中的各种节能科技，正准备帮台湾的未来省下一座核电厂。从六月起，电价改采夏季费率，电费上涨，大卖场里省电商品也跟着热销。夏天我们两个月大概都在1万。他有的是没有那个节能的，我就没有考虑。照明占住宅用电量的30%，办公室用电的40%左右。灯具的选择对用电量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一般传统灯管，然后它的耗电瓦数大概20瓦到22瓦，这边有秀出来。这是一般其他外面的没有品牌的 LED 灯管，耗电瓦数大概是12瓦，所以这样已经差一半。那这目前是另外一个国内知名厂商的灯管，它的耗电瓦数，它的耗电只有9瓦，所以它显示出来也是9瓦，所以基本上是已经差了一半的电。卖场人员表示，在节电考量下，现在大部分民众选购灯泡时都会选择 LED 灯。长远性来看，跟那个省电的灯泡比，它会比较耐用，比较持久。目前在台湾 ，LED 灯的普及率大约只有20%，绝大部分办公大楼还是使用传统的日光灯具，公共电视也不例外。现在是2.43安培。实际测量发现，老旧日光灯管的耗电量相当大。我们一支40瓦传统灯管，一年下来耗电使用差不多在680元。在热心民众的捐助下，今年5月，公视将其中一栋大楼的传统日光灯管全面更换为 LED 灯。为了了解 LED 的省电成效，特别针对照明用电装设新电表，以2个月的时间记录换装前后的用电差异。自从装了 LED 灯具以后，我们每天可以省475度，那以每度3500元来计算，我们每天可以省1650元。公视一个月电费高达320万，照明占10%左右。换装 LED 灯之后，结果发现，一个月的照明用电至少省下5万块，一年省下60万，90万的投资，一年半就回本。目前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等等，都陆续换装 LED 的路灯。那省电的效率呢？过去的电灯为400瓦，现在电灯为70瓦，所以它省电效率高达了90%。好，亮一点。好，稍等哦。除了省电之外，未来 LED 路灯还可以从远端用电脑控制，根据天色状况、民众需求调整明暗度。它过去的传统路灯，它本身没有办法做灯光的调控，及智慧型的路灯这个模式，我们现在可以依我们的时间做灯光的调整。那过去的电灯呢，它故障，它民众也不知道，它必须要拨打1999。那现在呢，它能全自动的回报到行控中心。台湾 LED 龙头，有 LED 教父称号的叶颖夫指出，台湾如果全面更换 LED 灯，可以省下2座核电厂。
跟现在的省电灯泡螺旋状的省电灯泡去做比较，这是现在比较普遍的，因为钨丝灯泡你已经买不到了，所以就改用螺旋灯泡。如果螺旋灯泡跟 LED 灯泡的话，这样比较的话，可以省两座发电厂。根据能源局的资料，全国每年在照明上的用电约260亿度，占整体用电的11%，其中日光灯占64%，水银灯占18%，再来是高压钠灯。对于全面替换 LED 可以省两座核电厂的说法，能源局的算法非常保留。它的效率，因为技术虽然是不断的进步，但是它目前的效率跟目前的有些灯源，好比说像 T5 的磁条 T5 的灯源，或是高压钠灯等等，它的效率是相近的，所以并不具备什么效率很大的优势。它比较有可能取代就是三种，一种是省电灯泡省电灯泡，那另外一个是白炽灯，另外一个是卤素灯。那这三种灯源的话，就是取代的可能性比较大了。那这个部分我们算起来，大概可以如果通通替换的话，这三种灯源通通替换的话，大概一年可以省电12亿度电左右。所以这个部分还是量不是很大。怎么可能 ？LED 的灯呢 ？LED 的灯，一个60瓦的 LED 灯，钨丝灯泡等于一个9瓦的 LED 灯啊，9瓦跟60，这差一108000里，差了6.6倍，怎么会只有差10几个%呢？我想这国民小学，哎，应该知道啊，9瓦的 LED 的照度跟你60瓦的钨丝灯泡照度是一样的，我9瓦的灯泡跟你19瓦的省电灯泡照度是一样的，9瓦跟19瓦还差2倍啊！因为 LED 的亮度效率的提升呢，是不断在提升。叶盈夫认为，政府花许多钱补贴节能家电，对于真正能省电的 LED 灯，没有任何补贴，在推动上也不够积极。你老是在谈核能电厂，老是要把核能电厂打开，我们不反对都用核能电厂储备这个台湾的能源备载能源，但是呢，你不能没有任何行动。但是这个耗掉台湾整个发电量的20%的照明产品，政府竟然不重视，这是我是觉得政府是应该是好好想一想。然而，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品质参差不齐的 LED 灯，常常让民众无从选择。台大新能源中心召集人黄炳君去年针对市面上45种 LED 灯做测试，结果有1/10的灯具不到一年就坏掉。那我尽量装，尽量用，尽量有一些灯还是24小时点的，我要看它光出来到底怎么样，看它的品质。那一年多下来，我就发现很多问题。我总共装了40几颗哈，你看这一堆就是坏掉的，坏了2、4、5颗，1/10。黄炳君指出，政府必须严格把关，让民众对 LED 的品质有信心，帮助 LED 的市场正常化。政府最重要就是要去做一个品质的控管。我们的商品检验局应该是做对市面上在贩售的这些灯具LED 啊，做个品质管制的动作。很多这个卖这个灯泡的就说它一瓦多少流明，我都打一个问号。那未来我们对室内灯的部分，我们会定各种的室内的 LED 灯具的一个容许耗能的基准，就把这个品质啊或规格啊这些等等都能够一致化了，啊，让这个普及率能更快。会把太阳光进来的50%的不可见的光全部挡。黄炳君曾经是 LED 照明的重要推手，现在全力研发节能与太阳光电的整合应用。他自嘲自己的家以及学校办公室就是要越低能越好。如果太阳光发电不够，或者蓄电池的蓄电不够，我就全部切过去市电来供应。啊，如果切过去市电供应的这个时候，它会继续充。太阳虽然小，但是慢慢充，充到一个程度，它就会跳回来，就变成太阳空电。你要用太阳能之前，必须要先做节能。那节能就是把 LED 换成 LED 的照明，
然后这个空调机换高效率的空调机，然后窗户那边呢，事实上有做隔热的处理，光是节能就可以省大概50%的电，然后我再用太阳能25%，加在一起就75%。黄炳均认为，太阳光电可以当作节电的工具，因为太阳光最强的时候，也正好是用电量最大的时候。如果家家户户都在用电高峰期使用太阳光电，可以降低全国的备载容量，少用好几座发电厂。太阳省电的部分看起来比较少，只有25%，但是这25%很重要。如果你想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建筑物，如果说都省25%，那核电就不要了，因为核电就占16%。原本台大机械系办公室的电费一个月大概要10000块，更换节能设备，再加上6kW 的太阳能板之后，一个月的电费只剩下2000多元。那整个投资大概900000左右，那20年可以省电200多万，就那个投资报酬率大概是8%左右一年。撑着阳伞还是挡不住毒辣辣的太阳，临海的基隆港却一点海风都没有，整条马路就像会冒烟一样。连日的高温，用电量突破历史记录，居住在城市的人没有冷气几乎快无法生活。刚好也坏掉了，就这两天要用的时候坏了，本来好的现在坏掉了，那就不要换，就买一个新的。如果当然好的话，当然是一啊，可是一的价钱高啊。那如果在一跟二之间，如果二也 OK 就二啊。选购冷气一般其实都会看政府这一张，这张是政府规定每台冷气都会贴的能源标示。那其实一级代表是最省电的，5级是代表最耗电的。那其实现在市场上大部分都是变频冷气，那大部分是一级，那一级的冷气跟传统以前的那个定频式冷气，其实如果说你一天如果使用6至8个小时以上，其实基本上电费，你的电费会差一半以上。冷气让室内变冷，室外却是越来越热，形成恶性循环。亚洲大学每个月300多万的电费，有一半都花在冷气空调上。于是学校将热泵系统与冷气结合，充分利用冷气的废热加热热水，不但可以供应宿舍的热水，还可以回收空调的废热，降低空调系统的耗电。其实热泵，您可以想象，它其实就是像所谓我们常看到的冷气机。冷气机它其实就是把环境中的热把它移除掉。那热泵它其实是在这个移除的过程，它反而把这些热收集起来做热水的一个加热使用。好，那这样子来讲，一来节省热水的加热，一方面节省了冷气空调的一个负载量，这样子整体的一个节能架构之下，它的节能率往往都可以超出80%以上的节费效果。如果所有冷气产生的废热都能够利用热泵回收，节能效果非常可观，也大幅减少原本使用锅炉所燃烧的柴油量。那我们在帮他们做热泵之前，他们一年的柴油费用大概需要将近900万元的一个柴油费。那经过使用热泵之后，他们现在一年的柴油费用可能剩下几十万而已。那我们有去计算过，就是说实际上它扣掉热泵，它运转其实还是需要电力。扣掉这些额外产生的电力来讲的话，这些热泵系统一年帮学校节省的能源费用大概有600多万。其实很多地方开冷气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机器。像是学校的电脑机房，由于电脑主机在高温下可能会宕机，为了电脑系统的稳定，冷气只好越开越强，但冷空气都白白牺牲了。机器它当然是要温度低，就是不要让它温度往上，它的稳定性会比较好。但是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为什么很多环境它必须要很强冷的方式，是因为它没有把这个冷空气做一个很好的运用，冷空气出来可能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这部分就是我们的烟囱机柜的设计，那它是等于是没有接缝的，直接就上到把热气直接导向我们的上面的天花板，所以整个天花板都是热空气的回收。那可以感受到大概是从
背面，机柜的背面你会感受到一些温度，那其他的部分在整个空间里不会有热风的感觉。亚洲大学新设的绿色机房把冷热管道隔离，估算下来每年可以节省23万度电。其实电器能不能省电，关键就在里面的马达。马达可以说是用电最多的一种设备，包括冷气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几乎大部分电器都依靠马达运作，占台湾总用电量的46%，每年高达800亿度。也因此，先进国家很早就重视马达的效率。美国来讲的话，它很早就推动那种高效率马达了，它1997年就已经推到 IE2、IE3 这样的一个马达要求，然后各国大概在2015年大部分都会到 IE3。就是我们的这张邻国日本、韩国、大陆、欧洲，它大概明年都会上到 IE3 这样的要求。所谓 IE2、IE3 就是马达的效率等级，平均上升一个等级就可以节电2%到3%左右。因应世界各国对马达效率的要求，节能马达也成为研究的重心。在工研院的实验室里，几个年轻人埋头研发出一种磁力优化马达，已经可以成熟应用在升降梯、烘手机等电器中，节电效果高达20%。所以，那我们把这个无刷的这个磁力优化的马达用在这边哈，所以它可以解决说第一个碳刷寿命。那我们马达的这个寿命基本就可以提升到5000小时以上啊，所以相较于原来的1400小时，它的产品寿命提升将近就是3倍多。另外一个就是节电的部分呢，我们待会做动态测试可以看到，就是它实际提升上面有大概将近20%以上的这个节电明显的比例。这个马达产品如果都导入这个技术的话，整体用电量大概可以降低0.5%以上，约莫大概是接近10亿度电。台湾过去对马达效率并没有做硬性规范，以至于许多马达虽然耗电，却还是继续生产，一用就是10几20年。政府明年开始才强制要求新出产的马达必须达到 IE2， 后年达到 IE3 的要求。国内应该至少数千万台，那每年更新的量大概是几百万台的量。那每年更新的话，我们去要求它每年更新的量要达到某个效率以上，它的节电量就会出来。如果这样一直不断的替换个10年，应该可以达到大概就是那个60亿度左右。有良好的省电设备，要更进一步节能，就必须从电力管理系统着手。亚洲大学运用中华电信的能源管理系统来做电力管理，除了装置感应灯来做灯具控制，还导入再生能源。对于最耗电的空调，也规划了在上课前10分钟和下课后10分钟，配合课表供电。就算外出办公，也能利用手机操控，减少无人使用的浪费。这个软体它就是只要能够连上网络就可以去做一个操控。我现在用手机的话，一样进入这个网页之后登录，你要开启还是要关闭？我们可以看这一套的那个能源管理系统的话，它最主要它现在这个画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全区的一个现在目前的一个全校的一个即时的一个需量。这边是现在的集体需量，现在是2300多。那么学校的那个目前跟台电申请的那个契约容量是3800。这个是所谓的一个轮停的一个卸载一个方式，它可以说在那个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卸载里面，它都各有两个那个群组。它在这个群组，它卸载之后，如果它还没有再还是再继续升高的话，它就是会再往第二个卸载阶段下去。当尖峰用电即将超过契约容量时，电脑就会进行3阶段的卸载，一步步来减少尖峰电力的负荷，避免超约使用。
不过要如何找出卸载的优先顺序，就得慢慢摸索。其实也都要实际去乱过才会知道了，因为就是你要在它的一个那个超越的那个期间，你要去观察它现场的一个使用状态是怎么样，然后再去做一个调配，就是说你哪些设备要把它在哪一个群组这样子，就把它归类到哪一个群组这样子，就是要踹很多次，也是要一直去试，然后才会知道说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会比较好。我们建立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省到大概80万一年。那我们也做那个教室的监控，教室要随课表监控、电脑监控哈。那么我们从101年的五月到102年的六月，一年当中哈，我们就省电省了370万元。不只是学校陆续采用能源管理系统，另一项用电量很大的服务业也早就投入能源管理的行列。根据民国100年的统计资料，全台湾将近10000家的便利超商，一年的总用电量大约是15亿度电。要如何做好节能，也是重要目标。有连锁超商业者跟工研院合作，发展能源管理系统，目前已经顺利导入1000多家店铺。我一家便利商店，它平均比较尖峰的时段大概只有25%，也就是说呢，有75%是没有人很多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可以针对顾客量的多寡，自动去调整冷气的设定温度，其实有75%的时间是可以达到很好的节能效果。消费者喜欢在舒适的温度内购物，食物也需要有适当的温度才能保鲜。这些饮料、微波食物、冰品的冷冻冷藏柜就占超商用电的30%以上，要如何在里面找出节能策略，靠的就是这小小的感温棒。这个呢是这个柜子的感温棒，那每一个柜子呢只要有温控器的地方，它就会配置一个感温棒。感温棒的目的是要让这个柜子横在它想要的温度。当购物民众不断走动，柜门开开关关，这些饮料、食物柜的温度也迅速升温。为了要达到原先设定的温度，只好不停地启动马达来降温，既耗电又没有效果。所以呢，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在做温控的时候，去看看隔壁柜的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我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我这个控制冷气要求。要冷气的这个指令下去的时候，我的效率够不够好？如果这些答案是不好的，那我先不要控它。可是我们会有一些比较安全考量，比如说它已经到一个真的极限了，我再不控它，可能食物新鲜上会有问题，那个我一定要去把或者做降温的动作。能源管理系统除了随时掌控温湿度，还可以依据外界光线的强弱调整室内照明。那透过这样的控制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天的这个照明的用电量，在清晨的时候是这个水准，那随着这个日照变强的时候，它的靠窗那个区域的照度会减弱，所以就看到我们的照明很明显的就降低，用电量降低。那透过最新的测试，我们发觉说这样子的做法可以降低大概28%的耗电量。因为对用电做更聪明的控管，从民国89年到现在，业者平均用电节省40%以上，大为减少营运成本。以以往来讲，我们一家店大概一个店的一个月的耗电量大概是18000度，我们现在大概只有10000度左右的一个耗电量，所以这个节省来讲是相当的可观。看好节能效益。连锁超商业者将节能范围扩大，为在台南新营的国道休息区全区都加入节能行列，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出用电高峰。这个就是我们电力的需求图，那红色线是这个卖场的这个总电力需求，蓝色线是整个休息区的，包含公共用电跟一些办公室的用电。那么大家看到这是每一天的变化，所以这个表上总共有25天，大家看到每一天就是有个尖峰，那这个地方的尖峰通常比较偏向下午跟晚上，因为以卖场来讲，
它可能某个时候人会突然冲进来，好，就是说游览车来了，人突然就冲进来，如果这个时候我才去做空调的调整，其实来不及。所以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在人潮来之前，可能15分钟前我就开始把空调温度拉低，那人来的时候很舒服。等人走了，或者我知道15分钟之后人通常会走掉，那么我这个时候温度就开始往回拉。工研院的能源管理系统透过电脑及时监控，解读回传的数据后，就能将电力做有效率的使用。这套模组化的设计，未来也能运用在各种场域上。这个休息区其实就是智慧电网的一个微缩影，因为在这个休息区，我们使用智慧电表来量测每一个店铺的用电量，所以每个店铺可以知道自己非常详细的这个能源使用情况，它就比较容易去找到浪费能源的蛛丝马迹来做节能。那同时在这个区域里面，我把太阳光电板架设进来，所以整合了再生能源在这个区域。那么进一步未来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智慧电表用电量来做这个区域的这个能源调控。电力管理系统的基础来自于数据的分析，但传统电表两个月抄表一次，民众无法随时掌握自己的用电状况。以智慧电表取代传统电表，是世界各国提升用电管理的趋势。那智慧电表对电力公司来讲，它是电力公司跟使用者之间的一个新的一个这个量测器材。那它跟传统电表不一样，第一个是它是一个数位式的量测，所以它可以把不同时间的电价都区分出来。AMI 最大的功用是提供透明的用电资讯给用户，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慧电表，这个资讯可以显示在你家里的屋内显示器，或透过网路到电力公司的网页输入你的账号密码，看见你过去用电的历史资料，来调整你的用电行为。一个很重要是用户啊，必须能够愿意调整他的用电行为。有了智慧电表，再搭配时间电价，可以有效将尖峰用电移转到离峰用电。那经由这个调整，那我们当然也投资了一个智能电表，让我们电费的一个计算跟用电尖峰度数的一个调整，那达到一个适当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的电费当然也像外面，可能就不像外面可能一度要计算到5块6块的一个计算方式，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成本电费计价方式可以变成2块5、3块这样。透过这样的机制，消峰填谷，可以不用再盖新的电厂，也能够应付国家的发展供用电的需要。目前台湾有23000户高压用户，10000户一般用户已经装设智慧电表，却还没发挥抑制尖峰用电的效果，因为现行的时间电价只有分2段到3段，诱因不大。时间电价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可以非常动态，可以非常及时。目前台电的规范里面是15分钟就要读表一次，所以变成是说，将来的时间电价不再是一天只分2段或3段，可能可以分很多段啊。像这种多元化的时间电价，是 AMI 跟智慧电表部件一个最重要的诱因之一。希望在2030年之前呢，能够达成完整的部件，让台湾的这个整个电力的能源的供应呢，进入新的里程碑。民间对节能需求的蓬勃发展所展现的，看起来比官方更加积极，因为对业者而言，节能商机无限，未来的发展更是充满希望。节能的产品不断的更新，那效率可能也持续的改善，那一方面就是说一些工程技术或者是节能技术其实都有不断的一个创新，这个市场会永远存在。各式各样的省电科技正抢攻节能减碳的市场，但是要让节电设备快速普及化，关键还在于电价。电价都可以属于全球第三低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对事实上在我们的分析当中，对于产业的转型跟节约用电的方面，事实上是不是很正面的效果。台湾的跟日本的卖的高效率的家电或者是高效率用电设备器具的价格
日本只比我们高10%到20%，只差到10%到20%，但是日本的电价是我们的2倍到3倍。所以你可以看，就在日本的时候，他购买这个设备器具，同样的设备器具，他回本的速度快，所以就采用的速度就比较快了。过去政府对于电力成长的预估，一直是以 GDP 的成长为基础。如果 GDP 成长4%，则预估电力成长3%。但环保团体认为，这种思考模式已经落伍。越多的电，那就是经济就越成长，或是越多的电，我们的生活会越舒适。但是其实事实证明，这个已经是非常老旧的想法。反而是说，在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之下，能够用更少的电啊，这次是反而是一个新的产业的可能，就节能的一个产业。台湾各式各样的节能科技正蓄势待发，我们可以用更少的电，享有更好的生活，让下一代能继续生存。政府在政策上必须加快脚步，跟上节能的大趋势，替台湾省下一座甚至更多的发电厂，建立真正永续的未来。